一个哆啦 A 梦，啊，哆啦 A 梦什么来着？哆啦 A 梦。drive 、你会被日式英文给搞笑死的、哎、他们觉得自己说的很标准的，谁教的呀？三大头三大头，他们说的觉得自己很标准的、哎、呀，你别嘲笑人家嘛。这些都是餐车，餐车的街。Yes. 我记起来了，以前是有个甜品店叫许留山，香港的许留山不是很有。现在呢，在哪里呀、啊？现在都没有了，没有了呀。看到了，以前上海有很多家许留山。还有吧？我就是看到了。便利店嘛，干嘛呀？哎，是吗？干嘛呀？有那么大家便利店，就感觉像个小超市啊、哦。便利店吃点什么？你再 看那边很多东西呀、啊。对对，我们看看吧。这里有，很漂亮啊。嗯。这好像一种主题的街。Yes. 有点文艺范儿，范儿，你在北方多待了你，那有文艺范儿，吓死我了。我朋友笑我呀，要文艺范儿。糖水铺喝吗？这个可能是甜品。喝，当然喝。香港的吗？喝。当心哦，这个没有。还有乌大叔，好漂亮呀！ Yeah. 去看看。很有特色的一条街，不是一条街，一个地方。对对，很有文艺范儿，范儿，好坏呀、啊，别笑嘛。待会儿来这里喝点甜品看看。好呀，等我消化完了我的晚餐，过来吧，吃夜宵。哦，这里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对，还有面包房。面包坊啊，哦，哦，像那种那种欧包的感觉，对，漂亮。东莞吧，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啊？这里属于普陀天地这边，东莞。普陀天地啊。真的，我喜欢它那些灯光。啊、你看，这是看吗？这些都是卖欧包的。对，舟山有很多这种。现在自己开了很多这种，就是自己个人老板开的。嗯。现在我感觉，因为面包、奶、什么蛋糕啊、面包啊、咖啡、奶茶开的人特别多。对的，开的好多。你要看吗？不能，我在等，等着吃糖水嘛。因为我现在还很饱啊。这是，这也是一家，你看。这是什么？啊，这是那个茶，对不对？茶。茶。手工茶。这是果汁吧？哦，芋圆，芋圆。不要出来嘛，芋圆。哦，这里还有可口。这是日式料理串串，好吃吗？这个我没吃过。哦，你没吃过呀？苏萨料理，哦，创作料理，没吃过。哎呀，可以来尝试的都蛮多的啊。哎、你在日本都吃了很多吧？嗯，还行吧。在日本是，我觉得还是在上海吃的多。日本是学生的时候不会太多吃，上海的时候倒吃惯。嗯。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卖服装买的，卖服装。哦，这
建筑挺好看的啊，还有素食呢。对耶，素食耶。I like it. 哦，以后有机会带你去那个定海那边有那个海虹广场一家非常有名的素食店，很有名，超好吃，超好吃、啊。是意式的，意式素食。哦，意式，对，意大利素食。Oh, very good. 做得很好，品质做得很好，泉州山就是一家。全球就这么的一家，泉州山、哦、哇，你看这表白可以嫁给我吗？我的天，什么呀，室外零下七度，怀里三十几度，三十几度很像是发烧了呀。这什么一到三折啊？一到三折，这什么店啊？哦不 ，Burberry，、哦、我还以为什么 Burberry， 这是肯定是有点仿的感觉，你有没有感觉？还好吧，它就是它的名字嘛。啊，这是男士，男士的，看吗？嗯，就正宗的，正宗。经典生活。哦、这里这种川菜也很多，对吧？瑞士英语现在这种英语培训机构特别，瑞士英语好像有外教的。楼上是什么东西？楼上是宾馆吗？对啊。哦，酒店。是整个游客区啦，这里。看一下。月夜茶丁。哦，又有奶茶。奶茶。你怎么样？你是、啊、我 OK 的啊。你是要去甜品店吗？ Okay, 这里也是甜品。对，看一下啊。嗯，这里是奶茶店，是吧？都是的。啊，看一下那个大众点评的。坐这吧，这家，或者吃。你觉得呢？这家好呀，就这家吧。永远都是爆满的，很多人呢。我就在这里，应该那边过去。我最近我不是那边过来。嗯。哎，是吗？是。另一边吧。那个对，那边过去就是那个，夜市街，走夜市街的小餐车的街。哦，这里还有玩这个东西，就丢那个环的。长治岛也很美的，长治岛有那个桥的，也可以去一趟，很近很近。现在跟本岛基本上连在一起，因为它造了个桥，哦、就很快，就是桥大概开五六分钟，就是不需要坐船的嘛。对。我觉得我会晕嘞，好可怕哦！是挺好玩啦，你要玩吗？超龄？什么？哪里有超龄？不玩了，太傻了，我们去玩。不会呀、啊，玩嘛，玩是不管你傻还是不傻嘛。不过这两天我倒是去看一下姜子牙倒是的。你看这个公安的车。好可爱。
在你看没什么人，都关掉。以前这里面摊位很足的，这里可能假期吧，全部还全部都去了其他地方，有可能人家做生意也休息，有可能去了，有可能去了沈家，沈家门那里吧，老街那里吧。做生意的人肯定有休息 ，maybe 啊，可能过节。我觉得我们昨天走的那条街可热闹了。对，海口。对呀、啊。那那条街现在很乱的，都是渔民啊，这种，就是那种风俗的那种人口。那条街现在挺乱的。嗯，它老区嘛，所以就乱一点。啊，还有葡萄酒啊。你喝葡萄酒吧。嗯，我葡萄酒喝的。哦，你喝啊？早上天嘛，早上天我们出来喝吧。明天早上吗？啊，早上喝酒啊。Next time, 下次 next time。是的。可以喝，而且还可以喝，我还喜欢喝日本酒。那种 sake 是吗 ？Yeah, sake.、Oh, sake。对啊，我们下次可以找个店，对不对？嗯。喝一喝，小酌。在这儿。白酒，啊，因为在北方呢，就是喝的白酒，喝白酒，而且红酒也喝，但是一杯灌下去的那一些，哦，太厉害了，哦，这里你们那个同事都能喝吗？哎呦，他们好能喝哎，我真的是受不了。他们都是来自哪里？当地人嘛，都当地人啊，嗯，都当地人，很多当地人呢、啊。有山西的，我认识一个山西的，山西也是北方嘛，也是挺能喝的呀。好吧，就这间，哦，好多人呀。